老师已经发到第七、第八章哦。现在有个同学已经做出狗的上半部了。学长，叫我做。哦，来，我们稍微确认一下它的部位哦。像这个是鼻尖的部分，鼻尖的部分会在你们第一章的左上角，这个是鼻尖。哦，在这个地方。再来，接下来是鼻子这个周围，这个周围这一块哈，会在这个第一章的这边，也就是这个部位。再来，后面这个地方是鼻根这一块。这也在第一章的这个地方是鼻根 ，OK， 哦，再来，你会说这一块是什么？这个是眼部是哪一块？是这一块，这一块，再来。这一大块在第一章的这一大块，这个是额头，额头在哪里嘞？在这个地方。额头。这一大块，我等下把这个录音档传给各位。额头。再来，这里很多部分都是耳朵。我们先来看右耳的前面，右耳前，这个狗的右耳前面这一块，就是第一章的这个地方。那右耳的后面出现在这边，第一章。的这一边，看这边，翻过来，哦，就会在右耳的后面，也就是这一块。再来，左耳前出现在第一章，左耳前，所以看狗，左耳前。就是这一块，这一块，左耳后在第一章的这一块叫左耳后，所以翻过来，左耳后在这边 ，OK， 好，你目前要跟上哦。再来第二章，这里有一个很大块的这个一个是左脸，一个是右脸。来，我们看狗这边，啊，这个是右脸，所以它对应的就是第二章的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右脸，也就是这一块。翻过来，这里有左脸，这一大块，就是在第二章的这一大块。在左脸，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已经剪到第八章了哦，你应该要开始慢慢懂得自己组合粘贴喽。